小薇，虽然我和你妈妈离婚了，但我们还是会和从前一样去爱。我要跟妈妈一样软弱。既然决定做这一行，就不能软弱，不然在执行任务时你会吃大亏。悲催穿越，特种女兵附身苦命嫡女。这个叫沈飞的小姑娘简直就是一悲剧，她生母早逝，继母不良，渣爹不管，日子过得是连奴仆都不如，大冷天的还被继妹推下池塘，是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，让刚穿越来的沈飞恨不得能去死一死。小姐，你还想得出来？奴婢都快气死了，那几个丫鬟的饭菜都比您的好。谁说要吃啊？走，跟小姐我去砸大厨房。大管事啊，你们这饭食竟比我们小姐的还丰盛呢，我们为人奴婢的得替主子着想啊。我只知道我家小姐吃不到的东西，那就谁也别想吃。好好，你们两个贱蹄子，造反是吧？我去找老太君做主。能文能武，杀敌立功。拿枪攻了。来吧，西凉的崽子们，小爷今儿个送你们回老家。兄弟们跟着我杀出去，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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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。秦定王爷古怪个性，吓傻夫君。你说我要真的纳了个妾，你会不会真把我俩杀了？真把你们宰了倒是不会，毕竟人家小妾也挺无辜的，罪魁祸首是你啊，宰了你倒是有可能，不过那后果有点严重，还是我自个儿走吧，眼不见为净，天大地大，哪里去不得，非得吊死在你这棵歪脖树上。哦，还好还好，没有性命之忧。不过走之前啊，我会把你的罪恶之源给切了。你知道我就是这么个不能吃亏的性子，看着你断子绝孙，我在外头左拥右抱，那我就开心了。想也别想，想撇下我去过逍遥日子，做梦去吧。这辈子你都是我的人，想撇下我，哼。苦命嫡女能否逆天改命？快来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搞笑穿越多人有声剧《嫡女归》，作者两边之和，冷月浅浅团队为您倾情演绎，欢迎订阅收听。